韩媒爆料 ，Scott 被 EDG 卡合同，去不了 LNG 了。Angel 即将加盟 RNG。此前 ，EDG 一口气官宣了六名选手的转会消息 ：Mako 续约，剩枪哥离队 ，Fofo 阿乐加入，二队双 C 提到一队，但是却始终没有官宣 Scott 离队。各种爆料消息都表明 ，Scott 不会回 EDG 了。OBGG 也已经将他归为 LNG 的选手。近日，有韩媒爆料 ，Scott 被 EDG 卡合同，可能去不了 LNG 了。根据韩媒消息显示，去年 Scott 就想回 LCK， 但还是和 EDG 续约，并且签下了一份非常复杂的一加一合同。这也就表示 Scott 即使是一年合约到期，也并非完全的自由人，还有一份加一合同要执行。 Scott 为了摆脱合约才签署经纪公司，希望代理人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本来 Scott 在 LCK 没有找到工作就准备休息了，但是现在他又想加盟 LNG，所以他的诉求就是尽快与 EDG 解约，这和之前老岳在直播中提到的内容相近。 EDG 现在的确正在申诉 Scott 签约 LNG 一事，而且双方也都还没有官宣，就说明此事还有转机。目前来看，双方已经闹得非常僵了， Scott 要想回 EDG 应该是不可能了，而 EDG 如果自己得不到 Scott， 也不想让其他战队得到，就看后续联盟出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了。除了 EDG 还在拉扯外， RNG 也传来了消息，据知情人爆料， Angel 有望加盟 RNG， 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三年合同。在转会期找工作频频碰壁的 Angel 终于有队可去了。 RNG 在送小虎去 WBG 后，并没有在中单位进行引援，而是将自家二队的中单提拔上来。这样看来， RNG 对于汤圆还是不太信任，签下老将 Angel 更为稳妥。这次一下签了三年的合同，看来 Angel 要在RNG 终老了。那么各位同学，对于 EDG 和 RNG 的最新消息你怎么看呢？最后祝点赞关注的各位逢考必过，锦鲤附体。